我的这个是芒果奶昔。就是又能见朋友，又能各种逛店，然后又能吃好多好吃的，然后就有点感觉有点不想回去了。这两天就是上海的天气也特别舒服，我觉得他们现在的天气是刚刚入秋的那种温度，就你还可以穿短袖，但穿毛衫呀什么的也不会觉得热。我们刚刚去吃贝果了，就当那个午饭了。然后我们现在呢准备再去一家家居集合店，然后我们还要去一家就是刚刚开展的一个快闪店。对，我们这两天就是出行都是用轱辘来丈量上海的长度。那天就是在这儿跟叶子一起吃的那个日式的 brunch， 然后这家快闪店就在这边，所以那天我们有路过嘛，是不是很可爱？上面都是番茄。
们现在马上要去一家家居店，就是这个250号，250，真的是够了。他们是在一个独栋的小院子里边，感觉超级棒。猴子灯，狗子。我们刚刚在那家 Homtique 看到了一个，就是我拍了一下，就是这个小的一个，这个又像小边机，但它可以当做那种杂志收纳，我觉得特别好看。然后他们那个店员有给我介绍，然后还跟我加了微信，他有给我发过来好多，就是他们这一款是有很多的那个颜色，然后它是可以由那种模块组成的。我觉得现在好多的这种设计师家居都是这种很随意的自由组合的这种形式，就很好看。它有黑色的、银色的，它是最新的，还有一个金色的，其实就是像不锈钢的颜色。对，然后我就特别喜欢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当餐边。你说它这个模块是通过什么连接在一起的？它这个地方都是有这个，你看扣的，有这个小的这个对扣子一样的东西，就像 USM 的柜子不是也是可以啊？我觉得这个好好看呀。然后他们家就是可以跟他们建立一个联系方式，然后你可以告诉他们的需求，比如说你要沙发、要茶几或者要那个电视柜什么的，他可以去推荐你。对，然后你告诉他你的预算，我觉得这个很好看。但是我们已经买了那个电视柜了，本来我是想要一个那个小格子做那个杂志架的，但是我现在看到他这个组合的这个，就是像餐边柜一样的这个，旁边的这把椅子也很好看。游客比乘客多是吗？就是去看那个大兴机场长什么样的，比那个坐飞机的还要多是吗？成了一个景点了。距离我们登机还有5分钟，但是我们两个还没有找到可以吃饭的地方，估计是吃不了饭了。但我们今天从早上到现在就只吃，一人吃了一个贝果，好惨哦。有吃饭的地儿吗？没有吧。有买东西的地儿吗？